好，第三步，第三步是要求满足初始条件的特质。初始条件英文是 initial condition。好，然后我们目前所找到的通解是什么呢？已知通解为y 等于，好，希望乘上 exponential 的负二 t 次方，然后加上 c2 乘上 exponential 的 t 次方，好，这个弄错了 ，c2 t 乘上 exponential 的负二 t 次方。然后特解呢，加上二十五分之三乘上 sin t， 减掉二十五分之四乘上 cos t。好，再做整理。我是说还要代入那个 y 代 t 等于零的时候是零，然后微分。y prime 代 t 等于零的时候是一。好，条件带进来，但我们先微分一下。负二 c 1乘上 exponential 的负二 t 次方，加上 c 2乘上一减掉二 t， 再乘上 exponential 的负二 t 次方。对，好，然后加上二十五分之三乘上 cos t， 加上二十五分之四乘上 sin t。好，所以好 ，y 带一个带零，一个带一。好，如果它是零的话，是 c 1加 c 0加上。这个sin零也是零啊，所以sin零不写了。好，就希望减掉二十五分之四。好，是我们第一个条件丢进来的结果。好，第二个条件丢进来也是类似这样子，负的两倍 c1， 然后加上 c2。好，然后其他的部分。cos 0的话是一，好 ，sin 0是零就不写了，因此我们又可以找到 c 1是二十五分之四，好，然后 c 2呢 ？c 2就是一。好，这边的话就是一加两倍的 c 1减掉二十五分之四嘛。好，这个又可以写成一加上二十五分之八减掉二十五分之四。所以二十五分之三十三减掉是二十五分之二十九。好，好，我们看到一点小小的问题，这里要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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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应该是二十五分之三 ，cos 零一嘛，好，所以是二十五分之三应该写在这边。好，这边二十五分之三，二十五分之三，所以这边是二十五分之三十。
所以 C2 的话就是五分之六。好，故我们满足 initial condition 的特解找到了。好，这个特解就是 y 等于好25分之4乘上 exponential 的负二体次方，好加上5分之6，好再乘上 t， 再乘上 exponential 的负二体次方，好再加上25分之3乘上 sin t，再减掉二十五分之四乘上 cosine t， 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。好，欸，我把这个答案打一个框框。好，这个答案跟之前那个拉式转换找到的答案一模一样，好，这个方法也请同学参考。